颜色好可爱，没错，这一次呢特别很跳，我帮大家选了一个紫色哦。你敢尝试的话，娟娟当然建议大家尝试新的颜色咯，紫色。但是你不敢的话，你可以在黑白之中选一个颜色，它是一个宽 T。 再来呢，上面呢其实做了一个倒三角形的感觉，会不会露这个肚子呢？基本上是露不到，只露得到这一小角，最多自然垂坠。其实我是刚好在裤头的，所以它会依照每一个人的身形，这边露的不一样。袖子呢是做一个五分袖的概念哦。那如果呢你觉得想要再用折的也可以，就是大家可以自己去做变化。但是其实我觉得基本原本的版型就非常漂亮，就是五分。再来后背呢，它是完全可以盖住你的屁股，若隐若现的感觉哦，所以它是一件长的宽 T 的概念。前面呢又可以围露，然后一样哦，拍照心机款。我的腿我161公分，腿呢瞬间拍照就是会变长了。这一件呢非常非常的休闲，你不需要去做就是扎或是其他的动作，裤子也非常好搭，白色非常非常的好看。那有些人觉得说哇好素哦，其实这一款完全不素哦，因为可以用你的墨镜或是包包配件商品去做简单的搭配。白色呢它不会透，它这块布料是不会透的、哦、白色它大概是这样的感觉。然后呢一样啊、哦、不论你里面是搭深的浅的黑的，或是你穿全白都会非常好看。总之呢这件衣服呢便宜又好穿又有型，然后不挑身材，所以件 one piece 就可以让你很有型咯。整件都是棉质的，你们喜欢黑白还是紫？好，三个颜色有完全三种不同的样貌。黑色有一种个性妹的感觉，白色呢就是比较基本但是又好搭，紫色呢就是我觉得非常特别，如果你的衣柜里面没有的话，我觉得可以买紫色。